日二十四，中小企啊，你是否同意我国不能废除死刑之公投提案组文案？105至106年度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政府人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公务人员退休法，公教人员保险法，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药事法，海关进口税则，老人福利法等修正草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等105年度预算书案。本院立院新联盟政团及本院中国国民党党团分别针对陆飞南海仲裁案中台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建请本院向国际做成三项国会声明，请公决案。原住民族自治暂行条例草案25至30，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经济及能源部组织法草案，农业部、交通及建设部、环境资源部等组织法草案，大陆委员会组织法草案31至43，内政部组织法修正草案，外国人投资条例、华侨回国投资条例等修正草案，原住民保留地进法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草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案，国军退主役官兵辅导条例、都市更新条例、政府采购法、劳动基准法、工厂法、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修正草案，全民健康保险法修正草案44至57。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八届第五会期第五次院会报告事项第4案至第10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国立社会教育机构就业基金设置条例草案、公司法修正草案第二案、个人资料保护法、刑事投诉审判法、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等修正草案、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入出国籍移民法、政治现金法、消防法、民法、工业团体法等修正草案。58至70，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院行使第五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案提出审查时程，请公决案。就业保险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国籍法等修正草案、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草案、验光人员法草案、国防法、所得税法、劳工保险条例等修正草案、财团法人台湾金融延续院等七家财团法人103年度预算书案、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4年度预算书案。71至79，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将杨文志委员、陈廷飞委员及陈欧珀委员移交本院纪律委员会，请公决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台湾电力公司第四核能发电厂建请决议，核市场一号机不施工准案检，核市场二号机全部停工，请公决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核子反应器设置管制法修正草案、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第二案、劳工保险条例修正草案。80到88，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园推动法草案、所得税法、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等修正草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关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第二案、政治现金法修正草案第二案。宣读完毕。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处理之前呢，我想本席以主席的身份呢，发表一分钟的一个表达。我听了刚刚朝野党派立委的讲话，我觉得国会监督是包含事前监督、事中监督跟事后监督，任何一个阶段能够代表人民来监督，不管是总统或行政院长，都应该是无分朝野党派立法委员共同的义务跟责任。那第二点就是程序委员会，我们大家立场总有不同，不过如果发言表达赞成或反对，就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弃守，那这样的话才是程序委员会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一个精神。第三个，如果不表达意见或表达意见之后弃守了之后呢，也应该要遵守程序委员会今天最后的决议，而不应该在院会再行杯葛，那这样的话才是立法院真正的民主监督民主精神的一个落实。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针对李桂明委员提议有无异议？没有。讨论事项照李桂明委员的提议修正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文会审查者共二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之规定，系数应提起诉讼者共一案，
31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全体机关处理者共32案，宣读完毕。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散会，谢谢各位。